这盘棋讲解是破盘托马，2022年的象甲预选赛，红方是李学浩，黑方是王阔，开局是中炮对战反攻马阵型。那么红方这里呢，常见的招法就是三七兵或者是五六炮。红方本局走的是正马，他是想骗黑方去串打，从中路啊弃子抢攻，所以黑方不上当，进三卒。那红方仍然是从中路冲。黑方现在这个棋如果补士象就显得消极，而黑方呢，面对对方冲中兵不怕，走了一步横车，那对方再冲一步就问你怕不怕？黑方说这个棋啊，确实有点怕，架起中炮啊，这样就不怕了。那红方现在这个棋平兵的话也可以啊，保留这个兵纠缠，但是这个棋的话便宜不大，黑方出车太快了，所以容易被利用。红方长车，那这里黑方就吃掉。红方的意思是右车可以左移啊，将来吃你的马。那黑方这个棋啊，走的一步夜里藏花，这个棋啊确实是重现了胡荣华的绝招。红方上马不敢吃啊，担心他马三进五利用。那么黑方他也是马三进五，这儿的话这个棋啊，你上马，这边盯住他，他就先过一个。那么对这样棋，红方到这里有两种选择，一个就是推炮。将来给他来个窝心炮啊，中间猛攻，这堵棋红方可占。另外一个就是马冲上来，将来这个棋啊，这儿啊黑方正常下卒不让吃，红方可以选择跟他换掉，然后呢炮打出来，这样的话这个棋啊黑方只能补士，红方呢赶快再加中炮啊开出大子，这个棋也可占啊。需要注意就是黑方这时候不能打马。因为它这有一个炮八进二啊，将来是重炮杀棋，那你只好弃炮解围。这样的话，追回狮子之后，这边还附有抽车，你再吃的话，它现在车一退，还附有重炮杀棋，所以这个棋你防不胜防。可见这个棋到这儿啊，红方肯定可以下，黑方不能贪心啊，不然你上当了。所以到这里啊，上马退炮都可以，红方直接打掉，那这个棋啊，看似好像有一个炮八平五。其实呢，黑方这个棋啊，它迎难而上了。一般人走到这里的话，肯定是要回马的。哎，这样的话，通过对子就可以呢，解除你的攻势。黑方这个棋啊，它不退反进，那看似好像这边呢，就可以吃掉啊对方的这个卒啊威胁马。不过人家把你炮一对，可以飞象的打你，你也牵不住。所幸的话，红方是用马去试炮，黑方也就象掉。那么到这里啊，正常吃的话，他也补士还是打你，没有用。对方上马，他的意思是用马来吃这个卒，将来炮打中卒。但是黑方呢，走出一招卒五进一，这招棋就是把对方隔断。那么红方啊，如果是吃啊这个卒，将来的话，人家这边有马看着，你没用，而且炮二平三打马，你出车肯定是反夺主动，那这棋黑方占优。所以红方强行打掉，就迫使对方一吃啊，赶快去求和。所以这样的棋，黑方也就吃。红方吃掉之后呢，黑方仅多了这样一个卒。那么现在卒三进一，不给你吃。红方赶紧的出车啊，来抓炮。但是他又怕炮二进四封锁，所以呢，车五平八过来，先挡住你，不让你封车。黑方就炮二平四。红方现在上马，准备呢上马踩炮。那么这个棋啊，黑方选择是车三进二，不让你踩。如果你要对车，他车一平三没用啊。实战确实这么走的。到这以后呢，红方再出车，双方僵持在这里。但是毕竟黑方多了一个卒，现在黑方呢进炮打车，那红方就得换掉，不然的话空头炮太厉害了。换了之后呢，对方现在顾不上补士象，因为这个棋啊，将来他炮一将可以利用你。那这儿的话，这个卒离得比较近，红方就以攻代守啊，准备跳将。黑方现在肯定不能空头炮，否则上马杀棋了，所以黑方选择是退炮回来。到这儿的话，希望吃马把对方赶走。如果你一将，他一平炮，将来你吃炮，他补士就满意了。红方在这局面下，感觉自己形势不利啊，就希望以攻代守，双方换掉，试图去求和。但是黑方下出了车三平四，非常强硬的招法。你将军的话，他上老将，这里的话你车不敢动，车一动打马。
那么红方啊，想换子没有机会，冲了个兵，黑方就出老将，准备了放中炮啊，然后调整。红方这里就飞个象，黑方还不急，先把卒拱到跟前再说。对方不是啊，继续下。这儿红方军马看着黑方小卒要兵临城下，没有办法，选择上马是夺回马将军。黑方就不是将来可以呢下老将，那么将他就下。对方赶紧退车回去，试图一面一将啊，将来过来对车。这里黑方先进啊，红方也是这么一招棋。黑方呢走的是车四进一，准备呢平车过来吃马，所以对方这时候就先回。不过这里有炮啊，踩着车的话，这个车再退一步，相当于呢还是把红方牵住。红方呢这个子被拉住，不舒服又退回。黑方进去就是一抓。红方如果再上去，那这棋也就平卒进去了，所以对方决定退回啊，必要时候做一个防守。这儿的话，黑方就退车回来，那么这里也是保住自己的卒，红方暂时没法切入啊，就平车吃卒。黑方一平，红方落象啊，盯着你，那你车不要动，你动的话我吃你，你破个士的话你也不好赢，所以这个棋啊，黑方他知道的是。将来这个车就可以灵活移动。那红方进车之后啊，这儿的话希望你落士牵住你，黑方神龙摆尾，准备强行小卒破士，因为你现在不能踩车炮太厉害。那这儿对方就出，黑方仍然是破士，准备破双士啊，你不管的话还可能摆你的象，红方也就吃啊，黑方这里就杀将上来之后呢，这个棋啊正常是吃象，但是这边他也有顾忌啊，人家平车抓士，所以就把这个车撤回，继续呢看着自己的卒。反正这个棋对方缺两个士啊，黑方并不着急。红方现在退回，黑方就车四平六牵住，找机会炮五平六，眼看要吃马，对方到这里也没有办法，平车准备去看。那黑方这里一走，红方也就一退，黑方得势不饶人，准备将军抽车。红方赶紧到边线生根，这里一画黑方补士套路很深，红方一冲兵，黑方一落象，到这儿啊，对方就认输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棋啊，你不管怎么走，他这边就是一个硬砍你。这儿你现在一吃，他有一个知士一将杀棋，所以对方到这里啊，不然就丢马，或者就是被杀死，对方不得不认输。那么这盘棋王阔获胜。